台北捷运文湖线在今天早上发生列车异常，造成乘客挤爆车站的状况。早上8点钟，忠孝复兴站往南港展览馆的方向，有一部列车因为车辆的控制单元通讯异常，因此没有办法自动出发。那么当时车上大约有300名旅客紧急下车改搭其他的列车，有乘客还形容人潮非常的拥挤，原本只要花3分钟上下电梯跟进出车厢的，但是今天却花了快要15分钟。对此，北捷强调并没有造成延误。至于异常发生的原因，也会在营运结束之后详细调查。上不去就下一班喽。一早通勤尖峰时刻，人潮本来就多的北捷文湖线又因为列车出现异常更加拥挤。事发在30号早上8点，忠孝复兴站往南港展览馆的方向，一部列车无法自动出发，行控中心随后安排列车移到侧轨，而车上约300名的旅客换搭乘后续列车。有民众形容，当时出现极端拥挤人潮，每一分钟来一班车都还消化不来。而他平常原本只要3分钟上下电梯跟进出车厢，这下却花了快15分钟。他不满北捷完全没有广播说明解释安抚人心，让人觉得很失职。毕竟大家是赶时间上班，这样塞车的话就麻烦，有一个手扶梯要维修就比较急一点。这个本来就没有办法，因为这又不可控因素，所以看运气咯。对此北捷则强调，事发当时有加强广播以及车站相关人员疏导，并没有造成延误，营运正常。但除了列车异常，有塞在站内的民众表示文湖线电梯也发生故障，明明只有2线道，但人潮自己展开成4线道。维修人员初步研判是车辆的控制单元通讯异常，列车自我安全保护停车。至于列车异常的详细原因，将在营运收班后来详查。那列车一次撤轨来让整个后续的其他的列车能够正常运转，我觉得这目前的处置看起来初步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车辆控制单元的异常的部分可能要进一步去了解。通勤尖峰时段碰上列车异常，赶着上班上课的乘客恐怕也因此大迟到。这里是黄明胜台北采访报道。